刚录完还没有2分钟，就一这么大根，大根珠子插死了。其实可能在这个位置的话，也可能会被插死，因为可能没到自己的止盈点，但是会出一部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子，这个东西完全是自己操作的问题，操作问题还是考虑欠考虑。当时主要是特别是有想扛单这个想法的话，真的不能有。那你现在这里被插完了，这个地方也会被插完，对吧？如果说你打个比方的话。这种情况不讲道理的情况，你根本没办法去控制的，对吧？你只能说适应这市场来做，你没办法预判这个市场，你只能说碰到什么行情就做什么样的行情吧，按照自己规则，用自己的止损来对止盈嘛，只要赚的钱也是这些钱，所以说没办法，你想盈利，想从这个市场上挣钱都不容易，所以说你必须情绪稳定，而且。按照自己的想法慢慢去试调整，就这样子才可能会挣到钱，也不一定。明天继续加油吧。